今天我们大队上杀牛哈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，我们去看还没得牛肉干，看买两头来吃。哎，这个开花了呀！哎，好好看哦，来给我照两张相。好，来。啥子？你到底是照相还是？要换姿势。那么还要换什么？哎，算了，我不相信你的技术。你们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们从那个静观过来的嘛。嗯，好。那高头还有好多杆杆哟。是噻，我等几关系等等，他两个班主任等我，说我跟说了的是，不会的。肉都卖完了哇？对，肉卖完了。我还在说有肉杆杆，卖两头杆杆来吃。好乖哟，那些牛。嗯。我不能看活的，看到活的舍不得吃。哪个说的？不能看活的。啊！哇！对不对？干脆直接你们把它弄好，我就到时候来吃就是了。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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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吃的有点多哟。哎，今天吃个够。吃个够，包管够嘛，意思就是。好。啊，谢谢哈。哎呦，还是有那么重哎。哎呀，好累呀、啊，好累呀、啊，好累呀、啊。好累呀、啊。是你家的。我出钱，你出力噻，这个分工不是很合理嘛？今天那个牛骨头好新鲜，而且还干燥，你看高头好多肉，全是杆儿，看到没得？你牛一般嘛，牛一点儿。牛点点那个肥的，下回来煮火锅，熬那个牛油，要得。那一盆可能够我们吃了。够了，那个大一盆。还是有那么多肉，你看，全是肉。也不晓得我们现在两个你吃，开玩笑。先把那个牛骨头哈，给它焯个水。你那个锅小不小哦？那就少煮两头，我们少吃两个。那两个点心的。不得试一下嘛。加了点水哈，刚刚按到，再加上葱姜和料酒哈。大黄想游泳了。硬是哈，他喝个水，恨不得把脑壳都钻进去。哎呀，大黄二黄莫着急哈，等我把嘎嘎弄起来，带你们去游泳。他这个就是那个路由器吗？什么路由器？就是那个西红柿首富，你没看吗？哦，在陆地高头游泳那个吧，就把脑壳钻到水里去。你看，饿了就来喵喵喵撒个娇，吃饱了就晒晒太阳睡觉，俩还毛毛啊，好向往他的生活呀。哎，我过得还不如一只猫。还是有点小了哈，那个锅。你就说煮不煮的熟吧。肯定煮得熟，好不好？煮的熟就行了。能吃就行。我把它捞出来，清洗干净，然后换一个大一点的锅。我把那个骨头高头的肉哈提点下来喂猫猫。哎呀，小黑下去，等一下我提下来。这个老板果然是的，上面还那么多肉。嗯，就是，快点下去，我把肉提下来了。花姐儿。我抢，我抢，我抢，还有。花姐儿。花姐儿呢？还在晒太阳。花卷儿，啊，晒太阳不吃饭吗？哦，要啊，我还以为你不吃哎。这个份看起应该差不多。嗯，加盐巴，再来一勺胡椒粉，加黄豆酱油，还有黄豆酱哈，增加酱香味。再来上一勺豆瓣酱哈，干花椒和海椒一样一把，各种各样的香料哈加到里头，葱段和姜片哈，最后甩两颗甜蜜蜜的冰糖哈，慢慢卤两个小时，耶，刚刚好，锅盖也刚刚好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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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你哦，喝水就吹脸，把身上弄得焦死，走，游泳去了。哎呀呀！你看它那个小翅膀长出来了，看到没？它那个翅膀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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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！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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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把毛毛洗干净哈，各人。你看他们在搓夹夹。你不帮他去搓一下？他自己用他的嘴巴搓，你看嘛。他们长好大了哈，以前一个手就抱得到，现在两个手都还有点抱不到。嗯，你看大黄长得大，果然是有原因的，都在吃。
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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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哦，有了拥有我了，来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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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地上地上大黄地上去吃，啥子啊？你非要在盆盆头来吃，好吃些吗？啊，盆盆头好吃些吗？可以了哈，关火，你看炖的好趴。我肚子一直在叫。这就是一个禽流感嘎，让我先来尝下味道。这个你不不喝个酒？喝过喝过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嗯，果然这个牛肉的味道太安逸了。你？我有啊。你等你过去啊。好的，有。干一个。嗯。来嘛。干一个，我们开呀。干了吗？随意。我慢点嘛。哎，你看那刚才那个嘎嘎。嗯。太不错了。太哇塞了，那个骨头里头都进都炖进了盐味了，哇，就是二手全是嘎嘎。那个食品也没说话，也不换鸡尾，就放在那儿。我跟秦老师两个一直啃。哎，好多。我已经没力气了。能不能？饿了呀。多吃。这坨大的给你，我吃底下那些。你看底下那些全是净肉，看到没？我吃个净嘎儿。香哥。吃嘎儿搞都搞不赢。啊，还是啤酒喝起爽啊，那个白酒太辣了。哑吗？中间这个可以吃吗？嗯，你开始啥时候没吃吗？没有。算了算了，我吃啥的？你看，这中间是最精华的那个鸡髓，你都没吃吗？我给猫猫了。天哪，好浪费啊！好，我不要了，就这一趟。怎么样？啃得爽不爽？你酒喝完了吗？没有，光顾着吃肉去了。哎，最后一口，我最后一口了。你竟然喝得这么快吗？我还有好多呀、啊。啊，啤酒嘛，也要好沉浸嘛。这个扒骨头的，这点脆骨最好吃。哎呀，你那个没吃了嘛？能不能？你人都能到拧，油都拧到了，我怕你吃拉肚子。你把热一下，把热一下。拉肚子就是我的终极梦想。我要是能拉个肚子噻，我太开心了。你把热一下，热一下再吃。不怕的。里头还有点点肉渣渣哈，把选起吃啊。
为啥子把它吃冷了嘛，吃有灵性嘛，就是金老师啃太慢，然后等它。啊，大圆圈炸炸圈，肉炸炸圈炒。啊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啦，祝你有个好胃口，拜拜。